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方案根本不适合咱们？谁工作没点委屈？客人在我们这里，他就是上帝。三天之内，公寓帮他要，我交出来。太太，好了，咱们看。我告诉你，你离开他，你就是一无是处，你就是个废人。这就是我们新的开始啊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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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胜利还是我们的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